秀春夏日前出席运动用品代言活动，才一登场没多久，就冷不防把外套脱下，惹得全场粉丝尖叫声连连。尤其是结实的手臂肌肉，大秀健身成果，更让粉丝们看了少女心炸裂。最近比较常去，因为拍戏演一个篮球员，所以觉得不能太弱，对，至少要有。球技如果没有真的到那么专业的话，那至少身材是可以比较专业一点。但是我的目标是彭于晏，真的很难的，他平时忙超低耶。对啊，所以就是很有恒心，很有毅力，所以这个是要学习。喊话要向心目中的男神彭于晏看齐，陈翔的好身材让人拭目以待。不过日前才刚举行完演唱会的 Special， 十个人惊喜合体，这一幕不止让粉丝当场爆哭，回想当天的场景，陈翔依旧很感动。不止他们感动，我们每个人团员的心里其实都是很感动的，只是我们不会，男生嘛，没有办法就是那么感性，所以我也很开心，就是团员大家都回来，十个人一起。还站上演唱会，其实我们也是到后面才知道子弘会加入，办完这次演唱会我们也不知道下一次是什么时候，对，所以很珍惜这次的机会，珍惜十个人一同站上舞台的机会。 Special 团员们的好感情，无论是一个人还是十个人，都让粉丝死忠力挺，难怪走到哪都有满满的尖叫声。文全乐综合报道。